因为现场抢光了，我没有办法留到米糕。好，接下来炸虾，没办法，你们要吃天妇罗炸虾了？米糕留不住，米糕留不住，天妇罗炸虾了，炸虾，来，不要，六盒，啊，两盒，好来，好了好了，最少两盒来，一个六盒，一个两盒来。六盒，你贵啊？要炸虾吗？贵啊，你买那么贵啊？米糕秒杀，拢无都留着，拢无都留着。2、4、6来，就是秒杀，秒杀再秒杀，这样子没办法。来，啊，你表弟无要吃炸虾？妹妹，炸虾。好了，我要吃炸虾。早班买六盒，吃光了。十八盒，来接过你客，买过了，接过来。200，炸虾。100块。我看一下。我要多，我先看卖很丢搞，我很丢不搞。文敏今天这个现场不够，我没办法。科花有雨间有吗？有，好，想要十班的好，这边有一样，这边有人要十班，要小只的啦，中低，十班的，十班没有小只的，那么大只干嘛？来海鲜点风，来海鲜点风啊，没有啊，大只的来，九班几，大只的来1000块，1000块，还有一个啦，十班等一下，来顾新某要不？装袋还是放手？装袋。几千吗？一只三斤我一只人。阿那，阿那乡镇那边还有枪啊？来，阿姐过来呀。无，我再去收啊。哦，我这腰是重，腰是重。来，搁一路啊，我十斤呢，破了。来，刚刚破的那个。我听下，听下。没有了，没了。科花鱿鱼，等下来。黄金汤吗？黄金汤没有，今天没有黄金汤。今天没有啊，大鱼。哎。北秋啦。羊肉卤，等一下。北秋啦，妹吧。北秋北败呀。对啊，北秋北败呀。羊肉卤。现在没有手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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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啊，送过来，飞机完没啊？飞机完没有？有，还有没有？珍妮佛留的，珍妮佛留一箱。还有人要吗？两位两排，外面帮我接一下好不好？帮我传一下。来，来，来，谢谢。还有人要吗？没宅配，没宅配。两百的，没有人手宅配。两百的。没有，哎呦。来最后一个两百谁？不，我了。来一箱羊肉炉。羊肉炉一整箱啊。对啊。咸猪肉，咸猪肉。谁拿五百？五百的。来，来哪里？这边。啊！油麦楼，蛋姐油麦楼。哎，纸箱烂了，小心。来干爹吧，干爹吧。老大，老大给你站，我走，我退下，太多了。你喝了是吧？哎，我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把老大被挤到那个栏杆。我给，你找他来，你找他来。几条？什么十条？来这。对不起，先过来。哦。对不起，先过来。来，他这吃吃青瓜。Yuki， 你太晚说了，没了。没有了，没了。但是你的鲍鱼箱有帮你留到。还要普烧鳗的，买一千块。一千块，一家两家，你三家，一千块，四家，一千块，五家，一千块六，一千块了。没有啊。买普烧鳗一千块。一千。好，这样，这样。来一二三来。不是你花，你都伊都我都是买。没有啊，要做爱。安尼多，搁安尼五百，搁五百好，五百啦。我两只，两只，三百只，这边后边，拿过来。可以不啊？可以不啊？在啊，在存单嘞，搞发票了，这有人买。这边包两百，后面那个，五张卖没了，文明我看不到。我要想买五百块，跟我爸。我没有办，我没有办法帮你留到，补刀卖我都没有办法留到。还不要想五百了，好。海鲜跟不要想这里。破了。还有人要吗？都一千应该快破了。海鲜跟这个的两头。抢五百，还有谁要的？够了啊！嘴一没了，我就不啰嗦了哦。来，各位姐来，下面姐姐哦，下面姐来。我给你一件的。来，下面姐站你好我来。现在还要干杯。来，你要多少？一千条。300要了。还能给细姐来了。来，签一千300块。我会签你300，有人要吗？挪威青鱼300块，挪威青鱼300块，快到！加！我跟进你了哦。哎，都先卖，都先卖，好。偏三百。来，进来。来，干杯！我先问干杯，先不先？干杯啊！你要干杯？干杯1000块的来。干杯有没有人要？杰尼佛在不在？你是不是要两箱？杰尼佛。1234，还有个十条二十箱嘞。
的现金应该没有。来两盒400块。还四百的。还没，还没找。海鲜羹加佛跳墙，老沙洲的卵哦。老贵州。沙洲。哎，还有谁要两盒400干贝？哇，这个流过来了哈。两块钱，我两块钱。家人捡了我。好，你快给我叫你。好，有品质的海鲜跟加佛跳墙六盒，帮你留了。没有了。来，干杯，够老人口。500。哪个老的？老的。加两卷。哦，等一下。再拿一卷。加两卷。哦，我这尾料我下两卷，下两卷了哇。干杯啊！干杯啊！你干杯？干杯啊！你老孙问几包无人买，都收起来，那个干杯来，够人买无？哇哦 ！Jennifer 在不在 ？Jennifer。够人买来无？还有谁啊？后边啊！来，多啊！你做回家，你也没去挂。哦。来。来，鲍鱼小孔包谁要的？来1000块来，九孔包，两百的好不好？六七百的啦，三两1000块，三两1000。来了1000的。过来包鱼，我来这3口过来1000块，1000块，没有卖一盒，没有卖2盒的啦，就是3盒1000，有没有人要包鱼的啦？我啦吼，我广告好，小朋友说来看。来虾仁卷哦，来来虾仁卷给我，来姐姐哦，来我爸我来给你，姐姐哦，姐姐哦来。来500，谁要虾仁卷？没有了哦，没有卖别的了哦。没有，等一下来。这个鲍鱼再卖5盒。好来。供完了。来，供完了来。来，谢管路先播，谢管路第一天俩。人家要谢谢管路。我也想播，谢管路。我被挤得好热，流汗。蟹肉，等一下。钱阿姨，你收了。拿给他，我又拿1000块收了。第三盒。阿姨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蟹管肉来，蟹管肉来，蟹管肉吗？500块。300就好了啦。300就够了，500就够了。100块比较好吃啊。也500啊。蟹肉，我看看有没有办法留哈。蟹管肉还能用吗？有，300啊，300、500都可以啊。背负，我懂。500是谁？人家都没给我办。人都没给我办，人都没给我办，我要多少？蟹管肉拍谁？我给我办。无啊，因为刚一箱啊，尔无啊多。来500的谁？最后一个。我好啊啦。好啊，谢谢我啊。无啊多，真正无啊多，无啊多。余志超。哎，供完2包，什么叫供完？你看，老十三包，老十三包，一个3包，一个3包，一个10包留下来。包好啊，10包啊。10包呀，10包啦。10包。每人10包留了。然后文敏3包留了。阿金那个阿爸玩不？阿爸玩不在呢。阿雄啊，今天阿爸玩不？要收干杯，搁10外箱。45箱的干杯剩10外箱啦。你看有没有用无？
今天干嘛阿爸玩？无，无阿无玩，结果坐坐无包吧。无包，就准备两包啊。我包老两包有多无？无够，哎，无多，少少你都留不到。500，三包。八十八，捞来啊！阿哥，软拖鞋啦。哦好。哎，无啊。真的送完我留不到，拍死。这管路我嘛留不到。阿爸玩吗？今日无阿爸玩。好啊，拿去了。刷屏，哦，刷屏。花枝有没有人要吃的？有没有要吃花枝的？当然是花枝的啊，买一千块。花枝有没有人要留？美萝卜糕，等一下。几位？两位？三位？四位？还是五位？我包了。花枝500块。几个人要吃一个花枝？好，好，好。这几千块吧。500。好，不要500。哎，那你说话，我去找的嘛。来，你给找我，我去找我。来，这里还有一份。花枝萝卜糕。等一下找。还有500，先要吃飞机的，好不好？花枝500的，快点来！还有500，先要吃飞机。你的眼神沟通。飞机500，看到了。我一下手又在冲啊！飞机有人要留无？没。无吼。太远了。来一点。好点。来，结花，结花鱿鱼。好些来，好些，这一箱人拢揢啊，揢来了。一直掉，你怎么这么会掉？脏的哦，就脏的哦，那细鱼哦。很重啊，很重哦，那细鱼哦。修修啊没？哎，修啊没？好些啊。过来一下啊！啊，可以过来。我们刚刚河虾一箱有收了哈，收了，有 OK 喝。来两半两包来，葱花饼包，四包，两半啊，后面的，两半，我共买5包。你嘛买哈，两包。两包，二。有高吗？好，来找一个二。来，来一个300先找你。来，葱抓饼刚刚谁拿200给我的？来，你也二。我说那一边。好跳墙！好，来来来，来220，谁要？200。还要买一包的，来100块。100。100的。来100块了没有？葱花饼。来100的，还有谁要？加。100来。来这收了。再来。100的。还有谁要葱花饼的？金妮芬。你再不回应我，你那一箱花枝丸我要处理掉了。加萝卜糕，好萝卜糕，来萝卜糕，快来暖头蟹哦！来老几包，来老包，来最后存两包，我先不捡。好，一文帮你留了。阿伯，要捡两包。来，两包来。再捡一半哇！萝卜糕吗？老几收起来。行吗？对。来，美珍，你的萝卜糕留一箱下来了。来，300块了。来，300块。再来，哥哥先买300块。来，徐美珍，你的萝卜糕一箱留下来了哈。收起啦，我变出来。收起来，哥，你一箱了。
啊不，不好玩。五啦，五啦，卖我300块，萝卜干。不是买两包吗？还搞700。哎，我无法当帮你管吼。啊，我接。好羡慕。来，我来。一千我来，是吧？一千两包。没有了。阿忠，那边两包芋头给我吃了，有吗？有。你给我八千块，来我帮你处理。谢谢哥。加肉皮，加肉皮了。一多少？啊？够了，对。够了，太够了，太够了。来，阿忠，羊肉卤500给我。来，软壳蟹盖。一箱卖掉了，两百整箱的，来，来300块来，来两个蟹300来，来，蛋姐，羊肉卤等一下，300块这里，给我一点啊，好啦，你就没有拉被子，我要怎么给你？来美容茶。再给我一个啦，这个帮我拉袋子。太大了。等一下啦，还有这里。软壳蟹芭比我留不到。来，他的啊。来，我六抢给我。因为有人包一箱剩一箱，现场三分无一样哦，所以我无多留着。哎，我问一下佛跳墙谁要吃的？有没有吃佛跳墙的？这里面我一共哈，这里订过两干贝，里面有加干贝了。哎，结婚就结卖，我把卖400了，300有有有，两包来三包了，能包三包不？对。佛跳墙来能包三包了，哎，两包300块，哎，佛跳墙来，哎，两包300。后面三个。电话费都不交了。兴奋油，兴奋油在这边。阿强来，不来了。信芬在当那个等候小帮手，来了，来，再来再来再来，那个这里拿了，拿了，先找端了，先等一下找了，一起找，不要回到家。好，来，这里老板的，那回去加热就好了，就高兄弟，赶快收钱，如果做一个水路呀。来，两包300，还有谁要佛跳墙的？冷的，没有佛跳墙，两包300块。我热得要命。对了哈，来，我们来，来，个3包，先不加。两包300的佛跳墙。来，在了，鱿鱼也在了。阿伯，你几多？要套丢了，要套丢了。还要。哎，好了，但我是佛跳墙，什么贵了？哎，两个花枝条，花枝条完了。来，两刀。好，阿松给我三个袋子，里面都有料，来再弄掉。阿松给我三个袋子，三八，老钱，还有谁要保钓奖的？300块你。